夸张了，有车哎！哎呀，怎么这样？我刚刚怎么那么大的声音呢？这样怎么？我被压死了！怎么这样？好恐怖啊！有没有被压死？跟有的一样，会有压。有车子在那边，怎么这样？对，那边有一辆，你看在崩了，那你的车要算一下。哎呀，好恐怖哦！我说怎么谁那么大声呢？那个是的嘞。阿奈，你怎么这样？怎么滑？滑下来了。有，那边有停车场了。有没有？啊，我的天哪，怎么这样？真的，哎呀！整个狂垮山嘞！啊，那得了，那你的车一下，你得要轮流来。有没有被压到上面的人？我说怎么那个水片突然变大声，我就转过去看啊，我这怎么那么大的土？你大声！应该有车子呢，那边有人在停车。那里有没有？那边有挖土机。好像有挖土机，我等一下看，我有录那个前面的。哎呦，吓死！怎么那么大？七八亿很恐怖嘞！哇，那个吓死了，整个吓到哎，下来了。我的天哪！这次崩得很严重哎，在哪里？你看那个都到那边了，好恐怖哦！哇，下面哇，它降下来，但是哇，你看在垮嘞，在垮嘞，在落嘞的。我刚刚在听说什么声音，那个水声怎么也那么大声啊？我吓到哎！拉开！哎呦，真的好夸张哦！好了，整个都跑到溪底了。整个下来，上面还有房子的，这个注意这个。这个没有说这么大声了，因为我怕我转过去我就看，吓到我。因为我说怎么那水声那么大声？因为你在睡觉，我要准备绑头发，我说怎么水声那么大声？我就转过去了，跟着你一起叫你。整个是，还真的是哎，妈妈。是那边有轿车有一台，那半全部掉下来了。好棒哎！掉下来的话，可是刚刚不是一台车有过吗？对呀，来到一台车还在崩的，还在崩的，就滑冰。